小猪佩奇穿上宇航服来到月球上捡到了一块石头。首先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，首先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用粉色涂小猪佩奇的头部。用橙色和蓝色涂宇航服。用绿色涂石头。用浅黄色涂月球表面。用深蓝色涂夜空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画到这儿了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关注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